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《穿梭路人王》，谁能比我强？今天呢，在开头的时候，跟大家那个讲一下，就是呢，最近我们有收到很多全服的玩家，然后来投稿，但是我老实说，经过我们之前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做《穿梭路人王》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放一些全服的玩家嘛，对不对？全服玩家也可以优先筛选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严格变标准了，然后以及加上之前在放全服的一些玩家的影片的时候，确实要怎么讲，观众反映的就是全服玩家看起来没有玩得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以我自己的角度，因为说自己在打排位的时候，我遇到的全服玩家，就是我认同一半。但是也不认同一半，有一些全服玩家确实玩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叠上去，但是有一些全服玩家是非常强的，就他们的角色专精到一个非常的夸张，所以我今天来公开甄选各位，如果你是全服玩家，而且你觉得你实力超强，欢迎你来报名。我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频道让大家看到你。要怎么讲？帮你们扳回一城啊！因为其实讲真的，观众是很血腥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不管是在讨论区还是什么的，都在嘴说什么啊，全服玩家就是什么有老鼠屎啊之类的啊，然后就把全服的讲的好像很没有那个，但是就是讲的好像很没有实力。但是我个人是觉得，我自己遇到的有一些全服玩家是很强的。OK， 所以呢，我希望可以帮你们平反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够强，你是全服玩家，欢迎你来报名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看这一期的《穿梭路人王》，Let's go。OK， 首先第一位，我的老天爷！我通常想的时候，他们那个牌里面应该是前面会先铺层，你知道，后面会越来越强。你前面直接给我一个 SS 的排位是怎么回事？然后 OK， 对面是奶绿子吧 ？OK， 然后你是小小杰 ，OK， 一只熊猫，好，一只熊猫 SS 是吧？来吧，兄弟。OK， 先 bait 蹲草进去。哦，走掉喽。嗯哼，哇，这奶绿这波有点小贪，小可惜。嗯，你的蹲点还不错，蹲点蹲的蛮击败的。哦，这个连窗躲得好。哦，哇哦，细节。这躲招身法很好，躲草丛跳进去漂亮，尝试野蛙，看起来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他做了很多小细节的动作，各位要学起来。等一下再那个慢慢跟你们讲。你们对面怎么那么强、啊？哟，是这样。哦，你也会玩鼠哦？你是五路缺神是不是？甩狙，哎呦，安妮啦，有点东西。OK， 保持一定距离，点两枪。好，我靠，小狙也太准了，什么意思？好，这边做蹲点。哇！你怎么知道？哇！你好险，你开第一人称视角，我暂停一下，抱歉。还是你是猜的？哦，好险你是第一视角，不然对面以为你开图，你知道吗？哦哟，然后再来，对面上路露头。哦，你打的场次很高哎，哇，这波跳得漂亮，灭地，这波跳得漂亮，真的跳得漂亮。我还要玩海牙是不是 ？OK， 哦 ，My God， 我操，什么意思？下面艺术，好，还有兔子，哇，你怎么会那么多只角色啊？哇，你这个地图官厉害，你这个预判哇厉害，真的厉害！跳进去收割哇，你的熊猫进场点，我讲真的，你的二拍打得太漂亮了，你的二拍打得真的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鬼推让我想到这个礼拜那个什么伦伦的那个推啊，完蛋，那被夕阳哇没标到，超赛，哎呦闪掉你，顺一个哦。还有，继续，
OK， 哇，三指操作 OK， 哇，小小杰，不是第一位就这么强哦，他很细节，前面这边还好，从这边，他的你就可以看到他身法读好了，你就可以看到他身法读好了，他跳过去有没有？他已经知道对方的那个 CD 时间好了，所以他直接预判了那个二技能，然后按凝霜躲掉，然后就在等。然后大绝过来之后，他知道他有一技能嘛，因为萨尼绕到他后面，一定就是想要他按他一技能，他直接预判了，往后躲，有没有？哇，他在我们是慢慢讲才可以分析出他这些操作，他是在那只有零点几秒而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再来就是这波尝试也尝得太好，绕进去尝试野，然后跳进去打一波哦，消耗一波进去，再尝试野，然后再出来，太漂亮了，真的太漂亮了。你很适合打凯撒路，就是你的二拍进场给的非常的到位。射手我不敢说哦，射手我不敢说很顶，但是你的凯撒路非常好。这边就是什么敌方害啊露头了哦，敌方害啊露头，然后他把他的视野藏起来，他叫队友吃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叫队友吃，然后对敌方害啊露头，所以他这波进场呢一定有优势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你要进的那么漂亮也很难。哦，你要进的那么漂亮，然后看这边直接进场 ，bang， 二大闪 ，bang 下去，全世界都没了，进的超漂亮。然后这波一判也是很厉害，就是我刚那个下路那个什么，他敌方露头，然后直接飙过来，我，好险你给我的是第一视角，不然真的对方会想说，你是不是很常这边说，你是不是开图啊？然后看这边也是二拍进场，你看，所以。各位你要记得，如果你要玩战士类型，记得二拍进场，二拍进场真的很重要。除非敌方今天有没有在第一时间他的站位，射手站位很不好，那就可以第一拍进场。那二拍进场的话，通常就是敌方在架阵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做使用的。然后他最后面这一波艾里就是秀单操啦，纯粹秀单操。OK， 看再欣赏一下，啊，瞬移蹦躲招，然后顺势带走，哇！然后这里就是他在秀一下他的三指操作，哇，什么都会。SS 派的玩家就是这样子啊，职业选手也是啊，就是他们什么三指操作啊，切装不用说，切装那个基本的，就是三换啊什么之类的，那个对他们来说都是基本的。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位，第一位太强了，第一位太强了，屁啦，第二位又是 SS 玩家啊，今天喜安诺。他来信时附上他的截图是 SS 第39名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们有一定的排程嘛，然后还有制作时间，所以你在影片出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一定是39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你这边刚倒下去，一开始直接给我来一个一闪 ，OK， 然后嘞，嗯哼，你一个打确认嘞，真假的，哦？你是玩射手的玩家是不是？你装完射手的玩家，撸到底，撸到底，兄弟，撸到底！你要复活甲，根本就不用怕，对，根本就不用怕啊。And then， 小丑，你是那只小丑？屁啦！你预判，哇，哇！兄弟，兄弟，他在狙，他可能会普狙你哦，他可能会普二你哦，兄弟，我觉得你要死了。哇，你的一，你小丑一闪好蠢哦，天哪！啊，然后你是这只输是不是？哦，你要，你要教对面怎么玩 ？OK， 你又是这只输，好，我继续看。OK， 我继续看着你。OK， 来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今天的程度太高了。天哪，都是各种操作细节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各种操作细节。他这边有没有？他这只小丑，他直接预判了这只输的大绝。这时候呢，他已经放一技能了。我们看到这个轨道，他就瞄这边。但是呢，下一秒，咚，输交大，他也直接交孙。哇操！然后这边就是对线细节哦，他是这一只，然后他是这只姐，他太狠了，他真的太狠了。然后他这边有两等优势，然后可是这边闪现直接躲掉普二，哇！然后这边一样，
一闪，哇！然后这里就是你刚刚玩景，然后打赢输，然后你现在用输打赢。狙枪 ，OK， 普二，然后再摄影普二，然后这里就然后躲一下，看到你直接，他这里其实就是拼操作，你知道吗？双方在拼操作，就是令月知道他在里面呢、啊，所以令月想要直接瞬移，然后他想要用那一招直接把他给秒掉，但是他因为中间这边是很难被刮到，你除非在远端会被刮到。你看，如果他刚没交瞬移的话，他死了，有没有？令月瞄的位置是对的，所以他就直接瞬移普攻，然后二技能大绝，超快！哇操！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看他反应多快！瞬移普攻二技能大绝，一秒都不到。这就是 SS 的实力，两个 SS 玩家，好不好？直接完美示范。再顺便跟你们讲。你们很多那种聊天室的在靠背那个什么职业选手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连 SS 的玩家都打不赢职业，五个 SS 玩家不可能打赢五个职业选手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会发生。所以各位不要嘴，真的不要嘴，各位真的不要嘴，不要嘴职业选手，职业选手比 SS 还要再高一个等级，你就要跟下面有 Oh my god， 前面两个太强。OK， 再来这一位，他是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节目怎么好像颠倒过来？你是不是少打一个 S？ 他确定他是 S 牌 ，S 牌玩家也是很秀的。OK， 他来信时说他是一个 S 牌的玩家。OK， 确定他是 S 牌的玩家。好，然后他说他想要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操作。好的 ，DK 什么挖沟 ？Pen Pinner。花生 ，OK， 花生来，花生，花生来，我看一下你的操作哦，你 17.7K 是怎样？然后现在局势双方五人活着，敌方哦，你等一下哦，你打的是一般场哦，哦，那可能要扣一点分数哦，那可能要扣一点分数，我们打的是一般场哦，兄弟，但是你竟然还没能被放上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来看一下 S 牌的玩家可以搞出什么东西，你还被放在最后一个，通常最后一个是很秀的。嗯哼，哟，哎呦，我靠，很伤患哦。OK，S 牌的玩家，嗯哼，手速不错，手速不错，手速不错。你看他这边换凝霜宝珠，然后再起来，然后再换那个时间镰刀，三换，然后直接带走敌方四个人的人头。下一个片段是哦，同一场 ，OK， 同一场。然后我看一下，你们死了一个人，那你队友看起来死定了、啊。那两个人怎么冲出去了？你队友看起来死定了。那、啊、对方五个人都活着，你们少了一个人。然后那个克里希跟那个马洛斯应该是挂来 ，OK， 双档给不基本的 ，OK， 扫地啊，那这龙没了，龙没了，没办法。换凝霜宝珠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哇靠！哦，你救了全市，还带走两个人。如果这场还没有你，就是还没有赢的话，那我真的没办法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了信上，他有写说他们的熊猫从头到尾都在挂机。所以没有熊猫这个人是不是 ？OK， 熊猫在哪？熊猫在这。OK， 从头到尾都在挂机。好的，好的，看起来确实，看起来确实，确实从头到尾都在挂机。哦，对，所以等于你刚刚是，我、哦、靠，你刚刚一个打全部哎，还偷到凯撒，哇，你们直接少一个人哎，哇，你还可以打成这样子，那你那真的还蛮不错的，虽然是一般场，但是我看到了你的操作，兄弟，我看到了你的操作，你的操作上璀璨没什么问题，上到璀璨没什么问题，嗯。你不应该只有 S 牌，你这波真的很屌，你都有失误了，你都有失误了。然后这个凯撒掉了之后，应该就没了，因为你们毕竟还少了一个人。然后你直接进去，然后硬当，然后死掉，然后复活起来，然后放凝霜，然后再切装，然后再换那个时间镰刀自己一个大绝，然后直接走掉。哇操，还带走两个，那对面要检讨一下。你这个应该是
我目前看过最强的 S 牌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不错。今天的片段我很喜欢，最后来突然来个意外，那队友挂机，然后星魁三换，然后抢掉凯撒，救下了全场。我喜欢，今天我很喜欢。除了那些 SS 的表现以外 ，S 牌的玩家也是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也是很厉害的，不错，玩得不错，真的玩得不错。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位。OK， 各位，最后是 bonus 来了，各位，要我们看起罗牌位一到 S， 哇操，这什么东西？然后怎样？三塔全爆，哇！啊，你要怎样？你队友死两个，那塔拉还活着吗？哎，不是塔拉啦，那个什么，风琴他叫什么名字？反正不是很重要。哦，这霸体怎么那么久啊？哦 my god！ 哦，确认呢？哦，骷髅背起来，然后换镰刀 ，OK？ 哇，一转五 ，OK？ 三塔全爆一转五，但是你们可以吃凯撒，那还好啦。那还好啦，哦，这怎样？快快转 ，OK。嗯哼，我要快转吗 ？OK， 来，嗯哼，这看起来不错啊，这哪里像 bonus？ 这看起来还不错啊。你们这个吃掉是可以，感谢穿肉王，谁能比我强？最强的是凯撒，我们下一集。